甘愿的，我提出来来劝，你搞劝，我后尾何必杀？懂吗？就是希望自杀，哎，成人嘛。所以呢，日军在场上战争当中死伤20万，非常可怕，哦，非常可怕。那当然呢，美军伤亡很大，包含这1000名陆战队，后来大概只剩一半身亡。而这6位的陆战队呢，只有3位身亡回到美国，就可以想见战争可怕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哎，这一张各位看一下，这张各位看到什么？哇，我刚刚邀请过来了，这爽心对，我想说不用枪子来回跑。好，这张各位看一下，哎，应该是在报道什么事件？运动，棒球。棒球对吧？啊，这上面什么队？洋基队，哦，洋基队，衣服很像。哎，你看呢？最近呢，王建民回去洋基，对不对？嗯、有可能回大联盟，我们祝福他们、嗯。那大家猜猜这是怎么样？退休。哎，谁想退休？哎，老师那个有讲答对，有没有发糖果？可以帮我记录一下。现在准备一下哈。哦，好厉害，退休没有错 ，Baby Ruth。他呢是一个右外野手兼打击者，全垒打王，所以呢，他其实是要退休，所以可以让很多的这些观众来干嘛？是送他在球场上面最后一程，大家一起来哎欢送他的荣退。所以各位想想看哦，如果你是记者，你会上来拍？你是跟旁边这些人一样，希望从正面拍啊，最好再拍热泪眼啊，好回去可能加500。哎，这个记者呢，正面拍完，他们绕到后面来。所以看到他绕到后面来拍的时候呢，他不但呢拍到这个贝鲁斯的背影，你看他站那个样子呢，有点太隆重哈，不是那么方便，换出来很好。然后另外呢，我看到他表情，可是因为这样子，是不是观众很多自己想象的空间？再看背景满满的座无虚席，全都是昔日这些球迷们，大家不舍得他嘛，啊，全部来欢送他。再一个什么？这个摄影记者是蹲下来，你发现？为什么这样看？因为呢，贝鲁斯显得比较崇高，比较伟大哦，所以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呢，再加上蹲下来拍，会有不同的视野。OK， 这是贝鲁斯。好，这张我们跳过好了。哎，这张不错了哦。这张可以看到什么？哎，其实我觉得投影机的效果蛮好，因为这很古老的照片，其实所以这样子蛮写实的。我不知道这种特效，现在问一下什么牌？不错，哎，各位看一下，一个小朋友，很可爱，就不知道追的网，嗯，然后下面带起，原来呢，在美国 Chinatown 纽约哈、哦，那华人嘛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，是不是游行，舞龙舞狮啊，啊，然后一群人大家就出来看热闹，啊，马路上舞龙舞狮这样子，结果那小朋友是不是要冲出来，挑那个线嘛，被吸引，他醒来就说，哎，卖鬼卖鬼，他就危险没，就想说，真的吗？对吧？好纯真可爱哈、哦，嗯，哎。说这边呢，起码马季的会员，哦，可是你觉得他还是觉得他很纯真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影像会凝结当时那个画面哈。哎、哦，这一张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有人好厉害，我看那里面有行街啊，不可以乱讲话，一看就知道是越战。上面有写吗？没有。我们俩在。那个意思、啊哦。对，好棒哦，越战。哦，各位呢？美国呢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，他自诩这是老大哥嘛，所以在1950年到1959年，他呢加入韩战。哦，1950到1953啊，那1959他加入了越战。他想说，哎、欸，以我优势的空中一次就可以把他扫平。可是怎么知道呢？这个越南呢，利用他的山势，对不对？很多的掩蔽、丛林，就美军那边一打，打多久？打了16年。从1959打1975年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打了16年呢！他万万没想到会在里面呢鏖战这么久。那想想，如果你是美军，这个总司令要调度，里面这么大的丛林，到处掩蔽物，然后都突袭，那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要把这个敌军啊逼出来，所以用什么大量的轰炸，还有呢大量的落叶剂，是不是？撒下去以后，这叶怎么样？全部枯黄掉落。火塘把你轰炸出来，可怜是老百姓也会被炸到，所以这两家人，看两个妈妈带小孩呢，渡水，哦，这个小 baby 还搞不清楚，你看这么就这样，虽然体音体音
应该加来，不会崩溃啊，就念念往哦。然后呢，你看这小朋友呢，哇，有桃花源，这个妈妈，啊，我你这记下许的，我先懂，啊，你给我写的，我刚到纠结，我会不会你会这样想？我会觉得这个记者有没有良心啊？怎么会现场拍下去啊？然后我都快淹死了，所以他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记者是跟他魔鬼不哇塞，我会不会哈？那很妙哦，这个记者因为这个奖得了普利兹，有了一笔奖金，很棒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他隔年他回到越南，找到这两家，把那奖金哦退还，奖金回来。哇，你看这记者很棒，哦，超有爱心。哎，这记者呢不像我们想象的。好，这一张也是很棒，这就来放什么？像我们带那个学生去。那个是他会有南南文，是啊，是南南文，那怎么会这样？大家猜看，在急救，急救，他可能被电到了。长安南港大停电，靠台电，台电已经派人在修理。哦，被停，修理姐，他有一个高压电，砰，倒挂进攻，当场昏厥。另外他一个呢，哎，你要看，一总给，啪啪啪爬上去。二话不说，也不管多久会余裂，马上一摸没有脉搏，再摸没有心跳，再摸没有呼吸，马上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。啊、哦，然后呢送来医院，根据有没有救活？有。我这时候知道人性本善的本恶。啊，他有救活请举手。你觉得啊？难的，难的。一命呜呼请举手。他没救谁啊？半条命，有救活哎。哇，有救活！但是哦，他因为呢，高压电从他这上身的瞬间到底下放电，所以下肢整个皮肤是爆开的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哦，不过因为高压电哦，通过这样整个洗过一次，活到七十岁。哇，经验大对不对？两个人从此成为什么莫逆之交？你想看，哎，有朋友像这样哇，此生无憾。所以你看呢，这记者讲一句话。我不能算是在拍照，我是在捕捉并分享人生。照片入镜时，动人时刻随之而至，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啊！真的哈、哦，不顾自己的危险，冲上前去。好，这张免阅读。另外，好像如果略过，你要赶紧告诉我，可以倒带，因为我怕时间不够。这一张各位知道是谁吗？哎。好厉害，果然里面有行机啊！哎、欸，老师他有回答，你要帮他记得哦。他有高手了。对对对，甘乃迪他是怎么样？他当时呢接手的时候，是不是刚好在打这个越战？他发动猪湾战争就失败了，就是说国内舆论很大的反弹，议会呢对大家对他不信任。哇，看那个比例比好大比，把当年面对的人也都攻上，对不对？哦，声望成98掉成98，完蛋了。所以他想说他怎么办？他去找他的前辈。找谁？艾森豪总统啊，找他这个行宫嘛，去找他。哎，总统要去哪？是不是要发到媒体？媒体都是跟着嘛。嗯。总统的引导叫你们每天猛拍，那这谁会不能挡你们吗？好了，差不多差不多了。总统呢，好跟着老总统，他去那个行馆休息，你们不要再拍了，大家收一收，收一收。他就这样走了，就是一个记者，就从他的画像他会。你拍什么？底片拿出来。好，底片拿出来给他，他拿一点空的。哦。他说：“哎，这记者抓到这个画面，让我来看一下这张画面。哎，后面很萧条肃穆，什么代表？看看你总统的心情。嗯，我发抖，对吧？哦，然后各位再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呢，老总统手呢背在后面，这有身困，喜欢就往后。我啊，这个呢，看来你呢手在口袋里面搓，不会了，我管不管？那个是我发抖，啊。”那两位心情不太一样，对。可是你看哦，他们这样拍，哎，这一条弯道好像又有一点点转弯的余地，不是这么样困难哦，所以有一些讯息给他。好，那这一张呢，各位也知道，这是很有名的。哎，同学会回答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跟甘乃迪有关系？回答出来，糖果85哥。哦，这是呢。甘乃迪总统呢，他在一次怎么样游行当中，被人家从高楼的窗口举手射杀，嘣！就呢，甘乃迪总统在那次呢倒卧血泊当中没有救活，死掉了。
是要让凶手抓到，抓到以后是不是等待审判？所以不仅美国今天的记者呢，大家都哇等待，国际媒体的关注到底是怎么样？所以呢，这个记者呢，他就到了现场，隔天要开庭嘛，啊，隔天他一早洗个澡去卡位，然后想说，哎，等一下出来，很熟悉嘛，法院面对他常跑，所以他在地方蹲好，焦距对好，闪光灯都准备好，小兵他出来就给咔嚓，就他一咔嚓下去，你看到、哦、这个人。拿出一把枪，砰！这个是嫌疑犯，马上，奇怪，好像是电影，那叫做后，快门按下去听到枪声，就是刚好。你看旁边的人，这个很惊讶，对吧？后面的人还搞不清楚状况，这个人马上要过来，来不及了，所以害这个嫌疑犯怎样？死掉了。这边到底幕后是谁主使？你查无这个，哦，无头案。好像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好，所以他说手枪发射子弹和我拍摄相片，来想象的，你知道什么叫发射？就这么刚好。好，这个呢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，看一下这个女子，应该是妈妈对，带着小孩，很哀戚，很肃穆，很悲伤。今天可以想象她参加丧礼，谁的丧礼？哇，很可惜，很不幸的是她先生的丧礼。她先生谁？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，得过诺贝尔和平奖。那他先生呢，本身呢是为了美国黑人种族一生呢疲于呢所有的运动，发起很多的宣言，无非就争取这些黑人的种族的运动，就在一次游行当中被人家刺杀身亡。啊，那在丧礼当中呢，哎，这个遗孀发现怎么进来的竟是一些白人记者，就非常的生气，就跟门口警员讲：“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再不让我先生黑人记者朋友进来，我就让你这场丧礼戛然而止，不要再进行。”哦，所以这一张就是他黑人记者朋友拍摄。那各位再看一下，哎，你觉得呢？这小女孩什么心情？小朋友小哪懂的啊？丧礼很冗长枯燥，是不是很不耐？然后这个妈妈。看这妈妈的表情，看得出来吗？在这薄纱下面，你看这个妆都枯花了，哦，看出来了。可是呢，在枯花的这个表情当中，她还是很坚定的，要把她先生为了美国黑人种族平等这样信念，持续把它走下去。哦，这不容易哦，这遗孀哦，完成她的遗愿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要跟各位稍微聊一下，就是美国的历史，哦。就知道美国历史呢，在各部发现新大陆的时候，当时他发现北美洲这边的原住民那800万到1000万人，可是呢，经过了哦将近呢一世纪，人口锐减到只剩10%，哎呀，很可怕，原住民去哪里？都被他们杀害了，哦，被杀害了。那比较特别是，哎，在这个呢，哦。有一次呢，有一群人，这群人是来自哪里？来自英国，他们是平民的农民，没有土地耕作的，或是呢很穷困的工人，以及一些被迫害的清教徒。哦，他们搭乘五月花号，抵达呢普利茅斯港上岸。那在船上，他们在订定什么？五月花号公约，就还没有到哦，就说要到那边以后，我们这个土地要怎么自治啊？彼此他要怎么样治理？要怎么管？哎，都已经想好了。哦，就订定了这五月花号的公约。哦，那这也成为后来美国宪章也很重要的参考。那当时呢，其实到这个地方，他们很快速的建立他们的人口，哦，以及呢，用他们自己呢，希望的自由平等这样的精神，哦，扩大。可是这个呢，北美洲还是什么英国属地？当时呢，他们效忠谁？英国的乔治三世。那乔治三世呢？之前本来想说，反正这块是多的殖民地，每年呢纳税给西威嘛，他就很放任。可是乔治三世上任以后呢，他一改过去放任政策，采取高压政治，哦，政治他们呢不可以往西边发展，要求他们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要不给他们参政权。所以这些北美洲呢，他们当时建立13个州，大力的反抗乔治三世。那么呢，后来就发生了很有名。波士顿的惨案，哦，波士顿惨案。